你身上的衣服好漂亮呀。那当然，我们苏州的绸缎非常有名，你来制作一件适合自己的衣服吧。多么漂亮的衣服呀，我要换上漂亮的衣服。准备去旅行了呢。我们哈尔滨的冰雕特别出名，赶快来做几个吧。好冷啊。这个冰雕做得真好。这个冰雕做得真好。这个冰雕做得真好。你太棒了。你们这里的葡萄和西瓜可真大呀。想要吃我们新疆的葡萄和西瓜，得先帮我干活。把西瓜都装到小车里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太棒了，葡萄成熟了，我们来摘葡萄吧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太棒了，真好吃。